在六尺范围之内，我会用长桥大马。洪家的长桥大马真有独到之处，哼，看我的。应该是范子鹰爪门。洪家十行之中，蛇行最刁钻。四尺到啫。喺呢个范围之内，我会用沉争落搏。三尺范围之内，腿功浑如无阻，真系值得我一试。骑马，运桥能借桥弹尽，真是洪拳少有。意志钳羊马嘅铁线拳，系我哋洪家嘅老洪拳，传自五梅师祖。去的呀！剑拳不愧是洪家拳种。
Thank you.